体检，就是这个生词啊。好，把这个再读一下啊。钟表怎么读呢？哪里嘎？对，哪里嘎？哪里嘎？其实我想起这个，它是钟表的意思，但是它也有这个报时的时候，我们会说18点整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它也不是整的意思，它就是。对，他是说，比如说，哎，哪里嘎，哈哪里嘎，就是说是5点，这个哪里嘎就是时间，就是点吧，点的意思，8点、9点、10点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平常口语是不说的，他只在报时的时候，或者只在说这个时间，他会说是24点、23点，他不会说晚上11点。那这个哪里嘎就是我们24小时制的那个点，而且是口语不说的。就只有报时才说，所以这个哪里嘎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啊，它是手表的意思，但它也有时间的意思。那一般是整点的时间会报，报时的时候用，平常不用。那不是现在提哪里嘎了，不行，那报时的用那个。然后，我们往下读啊，这个呢，这个，你对，来，妈，我们老。什么？阿莱有米对，然后这个南啊，双叶白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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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两个都是短音的哈，白白白白，然后这是两个都长的。手在手里。
ในมือ都是背着说的，还不错，要记住了。那我们就要听写了。我们再看一遍，再读一遍，好，再读一遍啊。好，来钟表，哎，好，钟表。哪里哪里啊？这个你来吧。去掉了，是，拿掉。难度加大。好，开始了啊！第一个我也得记下顺序。我是连在这个。啊，第一个，为什么？这个屏幕不关吗？哎，不关了呀，怎么？我是上好，还有一个那什么？我看见了，也可以，你关下来。啊。读太。咋事儿？为什么是吧？小超，谁的小超？好，为什么？来，然后，哎，等一下啊，然后妈妈，
第五个，不是。第六，什么？第七，没有，没有。第八，手里，手里，你们学会手是吧？然后那个在什么什么里什么的，合在一起，手里。第九，有事，有事情，有事情。第十，第十是慢，慢。十一，知道。十二，马。
心眼儿的，写也努力不写假，所以还是有帮忙的。作弊了，总共是三个是吧，老师？是三个对。你这个是圈还是那个长？老师那个，对，是长的，继续圈。啊，对，继续圈。还是写错了。其实你不应该分开。嗯，对，我不想分开，但是我当时脑子里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儿，但是我画班不在这儿，我本来是空了一个东西想在这儿写东西。啊啊！但我们不对，那个对，听法是那个，所以当时给有点分开了。我还得对在一起。这个是啊，麻麻的，还是要亲自写一下，对，才有感觉。虽然作弊还是管点用。你是个卖啥？卖东西卖开啊？没有没学过怎么开？这平常不写的话，那还是那就会。你这一写出来就是就骂一百，嗯，能把那字母先写对了，对，慢慢的慢，慢的慢，哦，慢的，我还有慢茶，你以为是慢啊？我那个开机，我抽抽的，那啥，你这个，那你说那没有啊？对，有没有开机吗？那放在这儿，对呀，那个那个那个，对呀对呀，下次没有到这儿来说。你看那是外国人写的，这个自己写的，你看这是幼儿园。
那天那天是谁在群发的？公主说说的中文，是在咱们群里面。其实他说的蛮好的。对对对。他那中文是很有泰国特点的。对。他肯定是，我觉得他那个中文呢是，不像是跟中国老师学的，感觉像跟泰国人学的。泰国老师。对。就是或者他小时候就学了。有一个改不了的那种，对，所以你看他跟泰国人的学生说的中文是一样的，对对对，是，因为他很多中文老师啊，他按照道理他不至于说那个带那么多泰国口音，就是，因为师范里专门有一个中文老师，一直有一个中文老师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中文老师呢跟他讲的不是中文，嗯，现在这个中文老师是那个，留法的一个公司。这个工作也会法语，拿法语给讲《红楼梦》。哦，您说的是十凤公主吗？对。哦，她还会法语呢。会法语，拿法语给讲《红楼梦》。所以那个老师的话呢，写的那个《公主世界》，我们这里书院买了他好几本，可以拿一本回去看。哦。那公主还是挺有才的。好学。我今天才知道，其实好学的这个标准就是不迁怒不二过，这样的其实并不是学富满满足，太难了，这是好学的标准啊，并不是你真的知道很多书本上的知识，不是那样。嗯，不，那后面那是前面是对，不容易，所以颜回是一个。颜回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接近于圣人的这种意义。嗯，这个，Thank you.
五五。最近也很漂亮，出去约会吗？牵着老公约会吗？我老公在这里。哦，你老公调换回去了？调回去。我老公在新西兰，是吧？是在新西兰4年多吗？啊，你就是在这里呀、啊？对啊。和陪孩子读书是吧？对的。坚守蔡国，对对，坚守，直到毕业，直到他毕业。这不过是他不在的话，可以弄得更好一点，因为不用忙他的事情，更时间更宽裕一些啊、哦！是是是，是的。一个是那个捞啊捞，那个台车的那个捞呢，我们先说这个。这个是，它是哦哦，这个是一个辅音对吧？哦哦，长音是这个啊、嗯。然后我们这个拉呢，它是个元音，它是圈是在这边的，然后上来，这样，这两个是有容易混对吧？然后还有呢，这俩就是很，它是一个辅音，它是元音。还有写的时候呢，这个它俩高度是不一样的，这是高的，这是矮的，所以基本上是。这样的一个高度，高念乌，嗯，哦，对，那个哦，它是对，它是辅音。然后你要放，比如说，龙，再加一个，只有它是高度的。是有点难念。对，比如说那个，龙，中间，就是哦，就是长音哦，就是拉，它的高，对，它也是辅音，我脑子错了。然后还有呢，这个那他经常印书，外面的印刷的时候，对他什么 S 啊，什么那个就跟英文一样是吧？还有 M 啊是吧？还有 M 还有 W 什么的，他就把这个，你看他比如说这样的吧，他就写成这样的了，把这个圈去掉了，然后这个会写成 S， 但是那个手写体是不能这样写，那个它是一个，你也不说艺术字体吧，它就是一种字体，手写不能这样写，手写这样写就不认识是啥了。然后还有呢，比如说那个啊，妹菜是吧？我们写妹的时候，就一定是它是高的，你看它是这么高的，一定是高的。然后那个这个声调符号呢是靠右写的，好，妹菜菜呢也是高的，你看高的。然后这个是这样的，所以高出来的，要称之错落出来才对。嗯，还有呢，它这个妹菜这两个字啊，你看这个是那。这个 i 就是这个 i， 不一样的。这个差是先这个，然后要上去。嗯、我都是从右这样子下来，这样子上去。厉害了。你是说这个差一差？对啊，这个是从下面卡着点。啊，这个。不好意思。对，它是从下面写上去啊。啊，这个丑。对，下面写上去才好看，为什么呢？你下面写上边就是舒展了，是吧？对。你再上去唰一舒展就好了。那你上面下来了，就上面就紧张了，不舒展。我说这个丑，这个。就是这个都是，你看这个上面是吧？然后这个也是这样，这个没问题啊。还有，这个我有点懒，我写的为啥？啊，这个也是这样的。那我的也太夸张了啊！越写越好看了。就是上面就舒展一点，行云流水的。啊，是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你看这个圈也是，就上面舒展一点，你可以稍微大一点没事儿，书上写的有点小哈。对。可以，因为上面它就高处不胜寒了，上面没什么东西了嘛，它是最高的了嘛，所以你舒展也没事儿，挡不到别的。所以这个是上面是可以舒展一点的，这个也是也可以舒展一点。所以这三个就一定要高写。写的时候一定要高出来，从下往上写的，但是这个呢是从上往下写的，这两个，这是从上往下写的，难怪我一直是，我是从下往上写的，好像书上还真是这样子，对，但是我是从下往上的呀，
哦，我也谦谦谦，有谦谦谦。对对对，是好像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所有的泰国人都说，哦哦，都是这样写的，他这样写，这个是这样写的，但是那三个都是从圈往上写的。嗯，后来我也发现了，你这个就是从上往上写不好看。他对他这样往上的难，那样不好看，不好看，就还写不直是吧？嗯，这个就这样比较好看。对，然后我发现他们都是从上往下写的，书生是从下往上写，他其实的不是这样的。改过来，改成六六六，改成六六六。发现他可能是他的初学者搞混了，啊，他那个初学者搞混了。那一会儿又从圈开始，一会儿又不从圈开始，因为他基本上都没搞完开始写的，对对，基本上都是，对他要从这个开始写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从上往下写舒服，为什么他那个舒服上就是从下往上写，我就写了，我也这么练，后来我一看泰国人写都这样写的，哦，我知道，好像都是这样写的。老师，咱们群里的同学就提醒一下，您听写结束以后就分享一下屏幕啥的。啊，好的，好，对，我不说完吗？然后我们还继续那个继续读了啊，不然他就是有点往前走了。争取那个春节之前把它都学完的。好，过个好年。过个好年。怎么还担心考试？我们可以从这页开始啊，因为这是一个拼读练习，所以不当生词用，大家能记，反正会读就过去了。然后我们开始新的了，到这个麦囊这两个词我们都学过，麦就是妈妈，囊就是水，所以它这个挺有意思啊，就是水的妈妈。就是和嘛，是吧？啊，母亲嘛，和就是谁的妈妈，对，母亲。所以麦囊啊，麦囊，就是跟那个梅兰河。啊，我翻译梅兰河。嗯，梅兰河。我梅兰河就是那个。对啊，对的。那个梅兰河就是说，我给大家讲过那个故事吧，就是没有没讲过。哦，就是说麦囊是和的意思啊？为什么就是把这个？其实这个和叫招牌呀。赵海鸭，赵海鸭呢？为什么翻译成梅南呢？因为梅南不是水嘛，不是河嘛？它是这样的，我就说，那时候以前呢，有个中国人就问一个泰国人说，这条河叫什么名字？说这条河叫什么名字？可能这个中国人泰语也不怎么好，就那泰国人理解为说这个叫什么？泰语怎么说？以为说河呀、啊、这个词儿。泰语怎么说？嗯，而人家说这个哦，这个叫麦囊，然后中国人说麦囊哦，那就是梅囊吧，就用梅囊吧。他就说这个、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说是这样的，说是一个误会。人家想问这个河叫什么名字，泰国人告诉他这个河用泰文怎么说？嗯，所以就变成了梅囊河，其实也是有点奇怪，是吧？对，是。大家知道那个梅囊河和湄公河是一条河吗？不是。不是一条河，这个湄南河，这个是泰国的内陆河。对，对对对，它的源头在泰国内陆，北边，啊，东北边。从东北。哦，那湄公河是湄公河源头的。哎，是一个国界河，国界河，界河。它走了那个。不是一条。老挝、缅甸、越南、泰国，泰国也好长一段那个湄公河。那个源头从中国过来的。湄公河是泰国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母亲河，以前不是有什么湄公河惨案有部电影？对，那湄公河是和那个咱们长江、黄河那些的整个，其实要按源头算，是不是都是同一个源头了？不是，他这个是从那个澜沧江那边过来的。哦，澜沧江。啊，对对对。在云南境内的话，就澜沧江，流到那个一出云南的话，就叫湄公河。哦，一出云南。然后从那个流经越南。泰国，然后从那个在入海的，从金边入海，对对对，从越南入海，越南，对，所以它就是上面就是澜沧江，那个湄公河，对对对，那个才是湄公河，那就是发源于青藏，青藏高原，其实那个澜沧江它也是泰文，澜沧，啊，我最近看的历史是澜沧，先有澜沧，澜沧。还有那个西双版纳那个，对对，那些都是泰语，西双版纳都是泰语。
泰国人说西双版纳叫十双班纳，啊，十双班纳，十双，十双，十二班纳，班纳就是班房子，田地，田地，第十二城是吧？对，十双班纳，那个班纳是城的意思，嗯。班纳，第十二城。那老师这里经常有我看到商场啊什么要 Nara， Nara 是什么意思啊？ Nara， Nara 你说那个 N A R A 这个在泰语当中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看到很多有餐厅叫 Nara， 有很多什么什么很多三四，这个叫什么？ Nara， 那个这个包包 Nara 呀。再加一下。Nara。娜拉就是娜拉是女性，娜拉不是奥。好吧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说那个烂汤酱哦，是蓝肠，它是这一个，它那时候也是一个叫，富有国也行，一个小国，蓝肠蓝拉，对，那个烂汤酱就是那个蓝肠和蓝肠，它是这两个词是不能分开的，对吧？它是一个词合的，它不是那个肠肠肠。蓝呢，其实它也是地方。嗯，然后呢，长就是大象嘛。嗯啊，虎蓝说这里不是蓝是百万的意思，百万、对蓝百万对的蓝蓝长有一百万的蓝拿一百万的土地。哦，嗯对。哦，蓝长就是有一百万的大象就指一个。嗯对，他是这么写的，蓝长蓝拿枪麦，那时候他就是他是一个独立的王国，古代的古国。还有八百西部。八百西部好像就是那个。叫兰邦那边吧，就是嗯，八百什么？八百媳妇儿。八百媳妇儿就八百个老婆。嗯，八百媳妇儿。叫什么？那个地方叫什么呀？怎么说的？泰语。其实它就是清迈吧。对对，嗯、就那个位置。清迈那块儿。它为什么叫八百媳妇儿？就这个国王有八百个媳妇儿？不是，它好像是那个国王的一个妻子是吧？然后呢，带着那时候好像打仗嘛。带着那些女眷打仗，好像是，就清迈那块儿，就清迈，嗯，八百，中文有中文的古书历史书有记载，他们自己反而没有，他都从中文的。那这个八百媳妇国，它有翻译成泰语吗？这是从泰语翻译过来的吧？对，对，翻译过来就是他当时。那他叫什么？百来什么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叫泰语的。我现在看的另外一本那个，但他没讲到这个。麦南啊，好，麦南就是。云南，云南是从那个来的。松班呐，是在云南，还是人家以前是人家的这个泰国这边一个地方叫松班呐吗？不，就中国那个松班呐。那泰国有一种说法，说是那个泰族是那个被。从中国赶出来的百族，但是好像说法不对，有人这样说啊，他说泰国人。然后有一段时间，大概三几年的时候，那个政治家还说呢，我们要打回中国，我们那个那是我们的土地，我们被赶出来了，我们还要把它夺回来什么，还有点这个什么观念的那个时候。但他也有人说不是，现在好像不确定，不是完全确定啊，到底泰国人是不是从中国出来的，也不是很确定。河麦南，然后延迟啊，辣茶，啊，刚才我们学的那个茶，那个茶就是慢，对吧？慢啊，辣茶就是指的是像晚点的那个意思吧？坐飞机晚点，火车晚点，用这个词，辣茶，辣的单独的意思有。辣本来有就是辣的意思，辣对，辣慢的，也不知道这个，如果单独讲它有辣，那这里头我也包括辣茶。然后牌子品牌，一号，对，大家行啊，读的都挺好的。这个，你这是为什么读 E 呢？应该是低辅音标二五三，啊，这个呢高辅音标三五三，所以一号，啊，腊茶，一号，年龄，啊，
啊，对，啊，阿尤，对，阿尤，阿尤是多大？你说，阿尤掏来，掏来是多少？阿尤掏来，掏来我还没学啊，阿尤掏来，阿尤，阿尤，阿尤年龄，阿尤他也有这个，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。有日就是到期日期，或者是那个，就是对，它也有那个有效期，有效期也叫阿尤，它是问那个过期了，他就说那个某阿尤，我就没有了。有效期是多长时间？这句话怎么问？阿尤超来吗？阿尤，阿尤超来。嗯，阿尤超来。但是，但是呢？阿尤。阿尤啊，那个是我阿尤，就是那是到期了，啊，到期，对。阿尤腾莫来，阿尤腾莫来，莫来，嗯，阿尤腾莫来，嗯。阿尤腾来，也可以说有多少日期。然后下面这个是泡水啊。菜它是用那个它是阿达龙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汽水呗，好像碳酸饮料嘛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对，它不用这个，它就是阿达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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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是湿气，南阿达龙。然后这个菜呢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就好像冷藏它也叫菜，就放在冰箱里它也叫菜，就是把它变凉。菜阴也可以啊，啊，菜阴阴就是凉，把它放凉，那放在冰箱里那个也叫菜。就是把那个酒放在冰块冰桶里，菜南米菜啊，全都有菜啊。菜南甜酒就是要这样。嗯。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你要不要菜，菜南甜。啊，菜南甜啊，南甜就是冰块儿，放在冰块里边的菜，嗯，就好像把它变阴变凉，这个是菜。好，下面这个方法 VT 啊，它这个是短音，所以它就是 VT 对吧？和它第四读的 VT 对，我们那个电视呢叫 TV 啊，但是它那个 T 是好，那是。这是另外一个好是吧 ？TV， 这是 VT， 嗯 ，VT， 哦，还有一个叫 VT， 哦对 ，VT 是啥 ？VT 就是那个舞台的意思，对对 ，VT 是舞台 ，VT， 那两个长音，对 ，VT， 那两个都是长音，两个都是长音 ，VT， 就是 VT 方法 ，VT， 然后下面这个。拉卡大家知道吧？价格对，多少钱？拉卡过来，对吧？拉卡的好，价格好，拉卡。然后下面照顾，嘟嘞，对，嘟嘞，嗯，嘟嘞，嘟嘞，嘞就是照顾，嘟就是看，嘟嘞就是照顾。读嘞啊，我们先把读完，然后再过来读啊。好，下面千真万确。奈呢，就是我们学过奈哉是吧？就是说的意思，确定的意思。台就是真的是吧？我们说真爱就是拉台。啊，台那个。亲妈也认识了，妹抬，好抬，弟抬啊。
对，对，所以他是说，我们说真妈，所以学生就会，哎，他真妈是谁呀？真妈哦，他想说是亲妈，因为他用这个台是真的意思嘛，所以亲妈呢就是妹台台，哦妹台台，爸亲爸就是泡台台，亲姐亲哥就是屁台台，萌台台，他会台台，对，他会台台两个重复一下啊。好像不太说冒他们那个泡台，不太说是泡台台啊，台台亲就亲点这样，亲老婆了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叫亲老婆，嗯，好像大老婆，对，就大老婆了，叫、嗯、对，那可以，他是说那咩罗，咩罗，嗯，咩罗，哦，咩罗就是大老婆，用不用咩呀？咩呀？咩呀？好像也可以用，小的就是孬的，孬的。但是不用抬一次，亲的，捏捏龙不是皇家的那个，对，就是那个皇家那词儿。其实它有龙，本来它就有首个首位第一的意思，哦，龙有那个意思，捏龙是正妻的意思，正妻正式啊、嗯，正式的龙就是有正式的首位的，但也有皇家的，也有佛家里的意思。那有个东北有个民歌嘛，嗯，怎么唱，我说呀，不要拿那捏挠一捏啊，捏挠一捏鲁王就是正的，挠一就是小的啊，这捏我们还没学，因为它有一个音呢、啊、然后那个奈台啊，那个奈台就是前面确定的，然后后面这个是就说，肉麻，对，肉麻的意思，就说，对，就这个歌唱什么我爱你呀、啊、什么，喂，你能闹，就是能闹，就是还或者说闹这样子，就是说很肉麻，能闹就有肉麻的意思，嗯，对，就是亲亲爱爱的什么这些词这些话什么，还说能闹啊，嗯，但是闹本身它就是有腐败的意思，有臭的意思，东西放坏了就闹啊。好，那我们从头读一下啊。嗯啊，和妹囊，妹囊，对，妹囊，妹囊，延迟，腊肠，对，腊肠，腊肠，腊肠，品牌，一号，啊，一号，一号，嗯，年龄，阿如，对，阿如，啊，阿如，泡水，菜。和妹糖，这个拉。
Viti Lata Dule Dule 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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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第一个是什么？看到鼠标了。看，这是那个桃，桃叠串，桃叠有两个桃，这是不太常用那个桃，桃，所以它就画第五个声调是吗？
这个那是什么呢？其实它是这个那，我们记得它有这个那，它是个语气词，就是哎呀去吧去吧，有点请求的意思。better na， 它是 better na， better na， 然后会变成 better na， better na， 有点像撒娇的 better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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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， 有点像撒娇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它这个是个语气词，这两都是语气词，这是 better 就是去吧， na 就是哎呀求你了，行不行不，有点这个 better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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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， 会这样 better na 去吧。特就是把啊，拜特啊，拜特那那，好，这个木瓜，拉拉拉拉，对，这是低的，低的是吧？所以都变成它是短音嘛，都要读第四个声调，拉拉拉拉拉拉，所以都是高音是吧？拉高，对，拉拉高，拉拉高。两个都是短的时候，第一个呢会趋于平的，因为都是慢拉骨的累是吧？所以它就变成了慢拉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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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变成慢拉，不是慢拉是吧？但是可以啊，就是这样，就两个都是短音，那么前面是变成平偏平了，慢拉高，慢拉高，啊，慢拉高是木瓜，拉卡的啊。马拉，对，如果是没有这个高那就是苦瓜，马拉啊，马拉马拉，有这个高就是木瓜啊，椰子壳那个是嘎嘎拉，哦嘎拉嘎拉嘎拉高啊，然后这个是呢嘎卡迪，这个没问题是吧？拉卡迪拉卡迪，好好价格啊，拉卡迪就便宜呗是吧？便宜好价格啊，不是卖的人呢就是贵，如果卖的人拉卡迪就是代表这个贵，价格高是吧？对，买的人说拉卡迪就是代表价格便宜，对，看谁说，看谁说，对吧？然后好，这个卢卢给摘啊，卢给摘，卢给摘，这里是什么时候？卢呢就是知道，这个给呢这里呢。好像有在的意思吧，在的意思，然后在呢心里，心就是他是说在你心里，你知道，你心里知道，这个心里知道呢，可不是说那个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自个儿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他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就是说这事儿是谁做的，这东西是谁偷的，你心里知道，所以这个都改摘是这个意思啊。就是好像说这事儿你知道是咋回事儿，你别装糊涂啊，这个是卢改斋啊，卢改斋，卢改斋啊，这个来了，苦瓜啊，苦瓜就是麻辣麻辣都是低的低的，然后因为是两个短的，前面可以偏平，麻辣麻辣，对，麻辣变成麻辣麻辣，如果两个麻辣它有点累是吧，麻辣麻辣更符合的发音的这个习惯。然后这写的是樱花啊，这个上沙沙沙沙沙沙沙，因为是低辅音往上走嘛，拉啊拉，所以它是第四声啊，沙古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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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因为它两个都是短音，两个都是短音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变偏平，就变成了沙古拉沙古拉沙古拉，对，沙古拉就是英泰那个日语嘛，沙古拉。本来那高改也是那中辅音嘛，就是平音嘛。它本来呢，它是古发生第二个声调，它不是那个中跟高加那个短元音的时候都发第二个声调，嘎嘎。嘎嘎滴滴滴滴，他不应该，如果没有这个，他就是高五五啊，发第二音高，对，他应该发第二音对吧？啊，但是因为它是两个短元音，它前面那个就不管它什么音都偏平了，所以就沙古拉，这个是沙古拉，但要短的沙古就不行了，
萨古拉，萨古拉，萨古拉。那个日语发音就是这个。对。萨古拉，不是那个萨古拉，萨古拉就这个吗？就是它就是日语的，就从日语来的啊，萨古拉。然后这最后一个。滴。啊。啊。啊。滴。对。这个符号好像不怎么见，是吗？这个。你找到了。潮汕人什么的，他就叫迪，对，阿迪，阿迪就是阿迪啊。然后这是那，是吧？因为第一辅音标二读三，那迪，迪就是打的意思啊。这个那呢，它什么意思呢？它是应该值得的意思，应该值得。所以如果你说就说那个吃的好吃，说那丁，那丁。值得吃，应该是那里就是好吃。值得读就那那都那里那里那都了，那抽那里那俺那俺哦可以那俺可以可以那俺那俺啊、嗯，这个那就有值得和应该的意思。滴那滴就是这个弟弟应该打，该打那滴该打，应该打。我们先休息一下吧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谢谢老师。